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这款纸嫁衣。是，哦，红丝缠。那纸嫁衣系列有玩过二啦，二的话，一和二台服也有，Play 商店上面都找得到。那目前已经出到第四代了。纸嫁衣的话，二是藏灵春嘛，那三的话是鸳鸯寨。鸳鸯寨我之前没有玩，我就想说。也是恐怖解谜嘛，那这款是红丝缠，来试试看吧。看一下哦，这边有他们的 QQ、微博、抖音、哔哩哔哩，这个是什么不知道？要不要账号？我来登录一下吧。OK，需要实名认证。没有账号密码，实名收认到那证封就恐怖的电子网回络应上请找一柬，下就可必以须转发给自己重要的亲友，否则就会受到诅咒。这种诅咒信式的恶作剧手法老套，没有一点创意，却还能在现今的网络上流行起来，这一现象还是挺有趣的。所以我决定以此为切入点来写专题，探讨一下这种网络狂欢背以后的前原有一因。个新闻。不够吸引眼球，可就好发那个吧，恐怖我明信白了。件给人家，然后那个信当件恐有一怖些越附加起，档案，能引发讨论甚至争然议，后那个女学生不知道就点开来，我会严格按这个方向来写。然后就整个突然荧幕整个关掉，然后出现恐怖的画面，她就吓死了。就是那个信件就是会让你中毒嘛，让你电脑中毒，中毒之后画面就一片黑，然后出现一些奇怪的东西，然后就吓，你就被吓死了。以前的那个真实发生的新闻啊，没什么，怎么有点小声啊？有音效，但是没有音乐，音乐很小声。这种游戏有解谜啊，好解谜，数据线，我靠！崔婉，我会念冤吗？音吗？简体字。转发给闺蜜耶，她会知道是我发的。有一个笔电耶，这笔电，吓到了。纸嫁衣就是女主角被邀请要去嫁人家，就对，要被抓起来。的一个恐怖民俗，元良杰喜，我说实在的，这种游戏半夜玩，真的，如果你一个人半夜玩手机这种游戏，应该会被也有点恐怖了。它会有一些画面吓你这样。不过随着我们那个，随着我们那个见识越来越广之后，你不太容易被吓到了。我记得我以前谁？电脑游戏，电脑还没那不么要开发这种达的玩时笑！候，玩那个《恶灵古堡》，《恶灵古堡》一代就是那种丧尸的游戏，画面明明就很差，然后还在用那种小荧幕印象馆电脑，手机画面自动转发界面和传说中的完全一样，完蛋了。张成瑞是谁？然后玩那个《恶灵古堡》，玩到那个整个人。整个人被吓死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Oh my go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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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脚出现了。好，只加一次红丝缠。这种游戏就要看广告拿提示，不然就是厨子。又来！只加一个是坐火车还是坐公车？要去村，要回到他们老家。然后就被村人关起来，我只有玩前面而已啊。毕竟这种解谜游戏，你也不可能把人家全部玩完。不过你真的要找攻略的话，网络上应该都会有攻略，就是有一些人会把攻略做成网页嘛。
说，你要去哪个提示，拿哪个提示。我的建议就是，你就自己玩啊，真的卡关之后再去找，找题，他给你的提示。再不行，那就是上网找攻略。还有人吗？司人机师家都傅，是一些人您偶在啊，吗？只扎人呢、啊。我觉得这一部比那个二还要恐怖一点呢，感觉比二还要恐怖。反正这种小成本的游戏吼，那个台服可能也是会放啊，到时候三和四都会放。所以我们这次的主角是男生哦。这边有顺序是不是？我一个人要点哦，这边有教我们提示。31452，这个一定是密码。31452，而且是跟你的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拇指有那个关联。我一个来点吧。这个是一个火烧车啊，这个不知道，先不管，马上卡关，这有密码。他自己按的，不是我按的。有圆形、菱形、正方形、三角形，那我也不知道。所以你要去找到这个关键的密码。我们现在只有两个场景，哦，两个场景而已。这里有密码吗？国民纸币，哦，民国纸币。看广告后有提示，我就说这个游戏要看广告。马上就只能卡关，慢慢解啊！这种游戏就是这样。好，现在有三个场景。哇嘞，全部都是机关。全部都机关，就是你要一个一个解开来，它是环环相扣的机关。31452啊！哦，这边有东西是不是？这个是那个投钱箱。车票。怎么用？丢进去，被我猜对了。投钱投钱，我完全没看攻略哟、哦。前方到账，哎呦，只能转头了。然后嘞，哦，这里有那个刚刚那个字，刚刚那个攻略的字，意威什么交什么的，什么生战。就刚刚那个女生这个盒子上面，E 是最前面嘛，对不对？E 嘛，然后 V 有 V 吗？我记得那个战士最下面啊，所以我们要看一下，我们再看一下那个公车站牌上面的那个字。哦，第三个是没有的哦，E。微交生战，第三个字没有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又重来了，可恶！
应该是这个字吧？地下室没有啊？哦，应该是这样子，这个吧？意味交声战，这样子。哦，有一个高跟鞋。哎呦喂，你干嘛啦？啊，拇指要那个，要折纸啊。刚刚那个有一个顺序，折的顺序，这里，OK，食指先，食指、小拇指、大拇指、无名指、中指、无名指，食小拇中午。十小拇中午，十小拇中午，好，它就是环环相扣了，一个一个结啊。蜡烛我们要着火，通常这种要着火要点燃，然后高跟鞋可能可以用高跟鞋来破坏什么东西吧。脚后跟嘛，通常是这样，通常是这样。那、啊、你也可以看看提示的，哪里有火啊？提示要看广告啊，通常有时候不能看广告啊。我们现在拿了两个道具，我们需要提示，破坏一下吧。我看一下哦，紧急断气开关烧坏，打不开，安全挂槽是空的，所以你这个要去找出来。我可能还有东西没点到。OK，用去敲，有裂痕的，我就说玻璃是要去敲嘛。哎，所以我们这个可以出来了，那刚刚那些机关就不用管它喽。好像是这样，哎，这边有一些。太暗了，表示说我们需要蜡烛点火。741，741，那就是10741喽，01741喽。我不知道，这边工具箱可能会有一些关键的道具。我看一下哦。这样就可以进出了吧？哦，这样以后就可以进出了。你骗我，我还是要从这边出去哦。啊，车门怎么过去呀？这是，它有这个图案有没有？你要去找到这个这四个符号，然后相对应这个数字。车门这边吧，车门嘞。诶，不知道我怎么出去？这是后车座，然后前车。我现在出不去耶。哦，这里呀，哦，这里，这，我们来找一下这个房间。太黑的话不能，啊，这边有工具，扫把。太黑了，我需要点火啊。喂，
崔婉英，是你吗？崔婉英，崔婉英，刚刚那个一开始那女生走掉了。这边有一张纸，纸太远了，摸不到，可恶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需要钥匙，那钥匙包藏在哪里？这边一定有那个关键的那个数字密码。我的扫把啊，扫把，我们把它扫一扫。他说太黑不是太脏了，还是说我们用扫把把它勾过来？嘿嘿，真的嘞！哎呀，我好强啊！找到关键字啦！哦，找到关键字啦！七嘛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三角形等于反三角形相加哦。反三角形是指二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二？嗯，就这个是二吧？然后这个相加不就是四吗？可是这边又一个七耶。嗯，我要想一下哦，2081，我去看一下那个他那边的图形跟这个差在哪边啊？啊，不用，就在这而已啊。我们对一下，圈的话是零嘛？下三角形没有嘛？对不对？它是正三角形嘛？正方形是一嘛？然后这两个相加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四哦。可是这边又是七，诶，有点奇怪哦，有点奇怪，反正就四吧，我觉得是四啊。哎，我乱用，竟然用对，而且好像是九哎。算了算了算了，随便啦，反正也解开了，因为那个会有一个几率啊，就好像你暴力解密码一样。你一直乱按乱按，就算你没看到提示也是有可能解开的。好，这边又有那个解谜的地方，前面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红色的部分。这边有一个，哇，好难哦。这个应该是那个，驾驶座那边的机关是不是啊？因为他又是用这种正三角形、反三角形的意思，我真的看不懂。哦，有一个笔可以干嘛？哦，打火机有了。好吧，这个先放着。到了这个关键要过来看一下打火机，我们刚好说嘛，这个蜡烛加打火机怎么不能用？可能蜡烛加打火机，直接烧了它，烧不了，很难啊齁，真的很难，玩了快20分钟了。光这边就要一直挤啊，就这个就是刚刚说那个那一张纸不是有一个仪表吗？可能要把它调好，有个顺序吧。那我们这个小这支笔
笔要用在哪里勒？红圆珠笔。哦，红圆珠笔不知道现在用在哪里呀、啊？卡关卡关卡关！那就只能看你的提示，看可不可以看广告。我来试试看喽。好，看了一个30秒广告。哦，果然啊，果然啊，这边有提示啊。刚那个那张纸跟这个驾驶是一样的。有一个顺序，有一个顺序。通过行医指标下手，下手按上中上中上中上下下上。哦，上中上下下上，哦，是这样子哦。上中上下下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他这样说也合理啦，哦。上中上下下上 ，OK OK OK， 好，车灯照亮了前方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。我、哦、看清楚就可以去外面看一下。我们到外面看一下，这边应该有一些密码。这边应该有一些东西，这边应该看得清楚了哈。这又有一些密码了，又有一些密码。这个应该就跟刚那个，跟刚这边有关系啊。跟，我记得有一个地方啊，这个我们打开了嘛。这个也打开了、啊，这个需要钥匙，它锁住我。现在关键在这边，这个数字要去找一下，我们是1745啊。然后这是运行时间啊！啊，这里有东西是不是？我们要画晚班，要画红圈哦。怎么画？哎，蓝珠笔拿到了，我看一下哦。按时收车班。晚点班次在路线上画上红圈，这有点难啊！随便画有用吗？啊，可以画是不是？哦，我懂了，可以画了。哎，怎么又不见了？刚那个班次怎么点不过来？哈哈哈！糟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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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完没了没完没了，切过来。哦，他放在椅子上了，他放在椅子，不是放在这，是椅子上。那我这边要去。看这个表格，然后把它画出来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也在那边解了20几分钟，就先玩到这边吧。没办法，这个真的很花时间，除非你看提示啊，或者找攻略啊。哦，反正这边就要先解掉这个，把这个解掉，就用这个笔来画。要这样点，点一下，点一下，这样。这个一定是有一个那个几率，而且好像不能消除啊。
好，那就先这样吧。想玩的人，我会把那个下链接放一边，希望资讯栏位。那有兴趣的话，你也可以先玩 Play 商店上面的一和二啊。哦，这个指甲衣应该是叫指甲衣啊，就一二嘛。然后其实有三跟四啊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四是它还有其他篇嘛，什么恐怖高校篇的一大堆篇的，我也不知道。好的，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看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